一起身隔冇兩步啫，成個人中落去跌落地下度，嚇到佢阿媽。有冇搞錯咗咩？跌落嚟嘅咁樣？唔知啊，我喺度做仔嘅，好似好冇用咁啊。斯伯哥原本係冇嘢嘅，痛下痛下咁咯。有時出嗰啲鐵打走咯，有時行下自己頭都需要暈嘅咁喎。我媽子就係佢嘅膊頭好難拉開啊，好實，好嘢嘢戚住嘢筋咁啊。其實佢哋一路以嚟咧都冇乜識得照顧自己。老咗之後咧，你係真係要食啲supplement俾補充翻啲營養嘅。咁如果萬一老人家喺屋企發生啲咩事，或者係跌倒啊，我係做仔嘅喺出邊做工，邊度過意得去咧？你腳近排見點啊？好啲啊，有力咗啊！飲咗咩啊？一個禮拜啫喎，個冇咗列邊。錯，嗰個冇咩咩咩飲咗。唔信啊？嗱，你睇我腳。哇！喐得咗喎、啊，你嘅膊頭有鬆啲喎。有，以前。一半咁，哎呀，痛啊！有時而家有時咁可以，我鬆啲咗啦。我自己行上嚟啊，覺得誒好多，有力啲喎，冇咁高咩咁慘喎，扶住行喎，一條雙條路都得嘅喎。味道如何咧？鮮甜鮮甜嘅方面，都幾好飲啊！一包包容易攞出去，一搣上嚟就好方便啦，咩地方都可以飲。有啲人唔知道價值啊，諗住咁嘅價錢係好貴，其實唔係喎。當你有發生嘅事嘅時候，你入院又好，或者睇醫生咩都好，依家依幾十千，咁你咪仲貴。再食多一段時間，你哋嘅腳好啲啊，咪帶你出去行下街啊！我希望去新加坡睇我，去睇我阿哥嚟嘅，成十幾二十年都會去。如果有機會行得走得嘅，何而不為去睇下佢呢？好，OK。如果咧你身邊嘅愛人或者屋企人都有面對好似我爸爸媽媽嗰啲所謂嘅關節問題咧，都可以留個言啦，之後會有人覆你嘅啦。